大爱真健康，做伙来运动，愈动愈健康。我是伯伦。哎，师姐，你平常时搞有啥物动作啊？会互你感觉今仔头先安安的咧？那个买菜背菜的时候哦，背东西的时阵嘛、所以背东西的时阵，有可能和你的肩胛头是安尼吼，这确实和肩胛头是有关系哦。哎，师兄，你做环保的时阵，够和你度过你做的过程当中无爽快的所在？有啊，在海物件去食顶受冻，海只手都受伤。哦，所以海的这个动作，其实这嘛会动到咱的肩胛头哦。好、哦，安尼今仔日来，咱就来讲大家做一个肩胛头。肩膀活化的动作，好，咱咧做这个动作的时阵呢，吼，咱的肩膀那是较活化的，嘛较会当预防咱受伤的风险哦。后来，今麦呢，把咱的双手来放在咱的巴肚顶块，辛苦的放轻松，然后来做一个肩膀耸肩的动作，吼，压起来，然后放轻松，吼，再来压起来，放轻松，吼，这个压起来放轻松的，就是基本上轻松的、轻松的压，然后豆豆放，来，再做一遍哦，来压。放对，好，唔通想起来就是安尼举，放来对，也用去做咱的肩膀的热身的动作。好，来举，放，好，再来哦，举，放对，啊举的时阵较轻松啊，放轻松举，然后放来，放来，好放来 ，OK 好，来继续哦，来举，放，好举，放好，刷要互你练一个控制能力，即马改咱的左边先举起来，我举左边就好，然后放，然后右边，正好哦，来得平。正好，正平，好，继续哦，来倒平，好，这形状是咱的协调，来正平，正好哦，来倒平，好，尽量是压肩膀，来正平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啊，搁放好轻松，搁一遍哦，倒平，好，正平，正好，然后最后来做一个手肘往前跟往后的动作，好，去做前后的，来手肘来往前，好，对，前，好，好，啊，头前的时阵放轻松，前。然后后后的时阵，想象好那边挺胸的感觉。然后后，哎对，前，后对，这个动作咱倒倒下做就好。对，好，好，咱的手肘往前往后。对，然后师兄还跟我讲，好，你做代志有时阵哇，伤紧啊，拢还没热身，就来做，所以有可能会受伤。所以咱做这个动作，来慢慢啦，好，好，咱的肩膀对活动一下，然后往后，对，往前。好，有时阵，咱在做代志，尽尽先好身体来，豆豆啊热身，热身开啊，吼，咱在做动作的时阵，买较稳定哦。OK 哦，好，安尼大家真健康，感恩大家咯。好来，最后好我做一做哦，来往前，往后，帮我轻松，豆豆就好啊，来豆豆往前，过来往后，最后是要活化它，往前，往后，然后。